喜欢和你望着星空一起的想想过去想现在想未来会怎样是否我可以大声地为你歌唱喜欢你的爱给我的胆量喜欢放你在心上每一天想象喜欢生活就这样就算有点倔强喜欢我们的日子里有一点脏喜欢我们的爱不用思量大神，今晚8点直播间见。好，8点见。齐总，不好意思，太着急了就没敲门。没关系，有什么事吗？哦，那个配音那边已经给白鹿那边发过去了，但是还没有收到他们的反馈。所以严哥那边想让我过来问问您的意见。那中午一起吃饭吧，正好边吃边聊。嗯，不用了，我下午再来吧。霞姐，中午一起吃饭哦。那个齐总，要不然我们还是边吃边聊吧。你不是最喜欢吃牛排吗？不用了，齐总，我自己来就可以了。现在不是工作时间，不要叫我齐总了。那我要叫你什么？齐战吗？我觉得没问题啊，以前就这么叫的。以前是以前，现在我们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而已。软软，其实我……我不知道你今天到底什么意思，我也不想参与。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该注意的地方，比如说林失落。软软，到家了吗？啊！你真的不再去争取一下吗？也许他愿意跟我们走。也许这里有他留下的理由，所以这两年你们并没有在一起。那又如何？这次我绝不会再放手了。喂，大神。阿芷，你怎么了？哦，没事儿，我刚刚睡着了。8点了，你还没上线，以为你有什么事儿？啊，没有没有，是我耽误了点时间。
对了，大神，其实有件事儿。嗯，什么？大神，我们准备办一个线上的回归歌会，想邀请您参加。之前让慕如玉去邀请过您了，但是你把他拒绝了。我这边还是想争取一下，我知道我可能有点冒昧，但是我还是很想争取一下。可以啊。你答应了？当然，没问题。那为什么之前小莫邀请你的时候你把他拒绝了？没什么，只是跟那小子不熟而已。你邀请我，我肯定要答应。小莫要是知道了肯定要伤心了。但你现在可以开心了吧？其实也不是不开心，就是心里很乱，最近遇到了太多事情，好像都不是我能处理得了的。比如，大神，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那个声音跟你很像的朋友吗？他回来了，有点熟悉，但更多的感觉是陌生。还有莫如玉，我只是把他当朋友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他向你告白了？你怎么知道？从你的语气不难听出来。其实很多时候逃避解决不了问题，不如勇敢一点，也许会有什么新的可能。对哦，我想那么多干嘛？我应该尽快直播涨100万的粉丝，自己开工作室远离他们，不是什么困扰都解决了吗？哼，大神果然是大神，一句话就能把人点醒。软芝，我不是这个意思。大神，我这里好了，你稍微等一下，我马上就可以连麦了。Hello, 看得到吗，大家？啊，今天又来跟大家直播了。然后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神秘的来宾，他就是李兰公子，让我们欢迎他。呱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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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OK, 让我们来跟李兰公子连麦吧。大家好，我是李兰公子。李兰大神已经来了，让我们再次欢迎李兰大神。哇，弹幕刷得好快。我看一下大家今天想听我们配什么呢？海绵宝宝，李兰大神这边 OK 吗？ OK, 没问题。好，那我们开始吧。海绵宝宝，我们一起去抓水母吧。对不起吧，大兴，我今天要上学，不能跟你去抓水母了。如果你去上学的话，那我今天该干点什么？我不知道啊，我平时去上学的时候，你都会干些什么呢？等你回来啊。全世界除了你，我谁都不想爱。全世界只有你，能让我心潮澎湃。选和你在时光里和生命之外，永远都不要分开。全世界除了你，我谁都不想爱。这一生尽全力，将缘分的花灌溉。遇见你，我相信了命运的安排，一切都是因为爱。